你跟他还要联系？啊，我们现在跟深思有一个项目在合作，他是对接人。他举报你替考，搭闹你婚礼，他是既想毁了你的事业，又想毁了你的家庭。这种人有什么值得联系的？现在下班时间啊。来，请问，好喝吗？你尝尝。哎，你好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接我电话了。有事吗？我要见你。现在是下班时间，你要有什么事情等我上班再说吧。我必须要见你。有什么事情不能在电话里说的，一定要见面。严有成，我求求你。我现在在蓝月。倩倩，他还敢换个电话给你打过来。姐姐，你是喝多了吗？这么大声。哎，秀文，去。谢谢。哎，一会儿切着手吧，看着点。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。好吃吗？快尝尝，超级甜。能不能单独聊聊？你有什么话不能当着大家说？就是啊。找到底什么事儿？我求求你，求你帮一下我。什么事儿啊，能让你跪下？起来，你至于吗？到底怎么了？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能让太这么狼狈啊。只有他狼狈吗？小陈就不狼狈啦。所以，只有你能救我爸的命了。严有成。
把我微信加回来。 邱教授，谢谢您，真的谢谢您。你是小陈的同学吧？是，他和小陈是好朋友，是最好的朋友。放心吧，我会尽力的。谢谢您。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我都穿成这样了，你还能认出我来？干嘛？别看我。哎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答应你了，不让你再见到我。乔宇，你还我的箱子。 你别误会，我就是来送你最后一程的。你才要死了呢！以后在外面一个人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尽量少喝酒，喝多了没人送你回家了。遇见危险了，记得打911。还有，我听说那里最近不太平，时不时就有枪击案，所以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注意一下你的语气和态度，别总那么冲。你是在咒我吗？你不要忘了，我是从美国土生土长的，用得着你提醒我这些？ 还有你说的话，我考虑了。你说的对，没有人会喜欢一个失去自我的人，所以我不会再缠着你了。我的话说完了，再见。 请系好安全带。你好，请系好安全带。